怎么带上啊？经过了十年的等待，今天终于要来临了。今天我将会破300,000订阅者。喂，你在做梦？我在等着我的 subscriber， 我在看着现场直播订阅人数。哇，错一个不了，差一个我就300K subscriber 了。那么等几位？我等了十年。很好，下一个，加油，到了，加油 ，Come on， 加油 ，Go， 来。因为我也没有什么 plan， 这个 video 就有点说来讲话。